我们真的很想喝这个饮料，拜托。九十度，九十度，拜托，九十度。有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终于有了。你先试一个就知道。我试试看呗。厉害！嗨，我是甜甜。嗨，我是 Pola。嗨，我是莹。今天呢，我们收到网友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们的夹娃娃几点，而且刚开幕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 app， 这是宝贝的 app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按这个直播，哎、欸，就是哎、欸、醒播，你就可以夹三次这一台夹娃娃机。大饭面，我们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要来。我们来指一下，请问我可以夹大干面吗？可。我们每个人刮有杯的话呢，可以获得30块，30次机会来给你挑战大干面。大干面，我来弄。要到了。好，好。掉下去。哎、欸，下去的时候会甩下去。嘿。有10秒的机会可以。有吗？有机会。我说的是，去推他一下，30块，推他，推他，推他。哎、欸，好像应该要夹后面的推他吗？还是什么？不对，还是直接夹他，还是直接勾他？对，一只，对。啊！请问我可以这个大干面吗？他说不行。他说我不能，他说我不能吃这个大干面。你好神明，我想要把这个大干面哈，请给我一个醒杯。醒杯，给他30块。夹他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夹他，就直接夹他了吧，乖乖夹他就好了。还是甩，随便甩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别甩，我们别甩，我们不要乱搞，我们就只会直上直下。因为你吃不到你的大干面。谁夹它？你如果夹后面，会不会把它撞到？好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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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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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干面。转下来，转下来。哎，真的？我剩10块。直接夹它，直接夹它。这样。看动。所以把我们的十块全部都打翻了一地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只差了10块钱而已。我们都找到了，我去找下一个吧。这个，快碰大神，请问我们可以夹这个吗？爸爸，秋官，看你们了。请问我可以夹这个饮料吗？秋官。他不想让我们夹这个饮料，他觉得我们疯了。iPhone 大神，请问我可以夹这个饮料吗？可以。不行。不行。不行，真的不行哎。魔鬼。不行哎、欸，他说不行。哈。是。不知道 iPhone 大神喜欢吃什么。他不喜欢喝饮料。他为什么不想要？因为他碰到水会坏掉。这边是，哎，这个是好吃的哦，这是好吃的哦。这个是我们小时候会读书的时候吃的那种，对，巧克力里面有包内馅。好，来，甜甜先问。iPhone 大神，那你喜欢吃巧克力吗？他还是不喜欢吃巧克力。甜甜，换我吗？我想吃，我想吃巧克力，可以让我们夹这台机器吗？走，有有有了 ，Yes， 来哦，来看看哈、哦。不要不要问。
不要太后面，大声说不要太后面。好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他把它放上去，哎，为什么我觉得那紫色是不是夹起来就会掉下来？我刚刚也是这样想。那你试试看。好。二一哦。时间到了。有了有了。哎呀，有了有吗？有吗？这个卡在洞口。是把它压下去就有了。它卡在洞口。哇，把它压下去，压它。哎，它这个好像。感觉他都是算好了的那个角度，你就是会卡在那儿。你卡旁边那个。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好扯。没有，他被这个卡到了。请问我可以吃巧克力吗？不行。不要不要夹，不要夹。这个我们这个把礼物把它夹出来。来，请问我们可以吃乐事吗？拜托拜托拜托，让我们夹一下，可以。这样子有没有两个都夹到？啊靠！朋友师姐，我真的是很不受教哎。好，我觉得有。有有，抓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剩下十块了，我剩下十块了，妈呀！红色应该抓不到哦。好啦，我们去下一个吧。我们不要你了，我们去找别人。夹转角那一个，就转角这个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请问我们可以吃巧克力吗？可以，可以吃巧克力。来，好像有机会呢哦，还不错哎。请问，我想要吃小熊饼干，可以让我夹这台机器吗？行不？行不？哎，没杯。我要吃这个小熊饼干。你看，好，可以。恭喜甜甜获得了30块。哦，这个好小哦。被压在下面的那个黑色。哎，有哎。有哎、欸，哎、啊，好可惜哦、喔！夹他屁股。再一次，我觉得应该可以有机会。嗯，对对对。啊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有了，回家。那还是把这蓝夹下面，夹这个蓝色哎。哦，夹蓝色好。啊，不知道。啊，时间到。滚下。这个是什么？我要用压的。我要吃果冻。我要夹果冻。会不会？会不会是知道甜甜有办法夹，所以都只让甜甜吃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你有想说我不想吃果冻？他不想吃果冻，我觉得这不好，我觉得他不想。我们要夹那个，我们要夹。像这边一个洞，它是不是没有关好？我们可以叠好一点吗？我们放那边就行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子，我们可以放在这兒，我们不会丢下来，我们打开喽。我们可以偷偷摆在那裡。剥的多，这很好吃哎、欸。吃，先是压那边就好了，来甜甜吃。夹最下面这一包，或者是其中一包都可以吧？对啊。它真的夹得到吗？还是夹这边最下面这一包？对对，就是那包。时间要到了。嗯。哦，有勾到，有勾到。抓到了，才有十块就可以了。Go！一次两包，一次两包。夹下面那一包吗？上面吗？有！你刚刚有拍到他吗？
吃的阿珍饼干，我要吃阿珍。有，求回。他说你吃屁啊，吃屁，你吃屁啊，我要吃阿珍。你才刚吃饱。有啦。哎、欸，这好，马上就掉下来了。对啊。对啊，然后没有夹到夹。对啊。夹屁股啊！然后一要夹空气的，大家看。你为什么在洞口？你夹他屁股呗。对啊，我不是要这样啊！哎、啊，可是我刚刚是想要压他的、啊，我压他没错吧？太远了吧？离太远了。这样吗？应该是这样吧。还不下来啊！那到底卡到什么？现在可以压了吗？再进去一点。你再过，再这个一样的，是吗？你是什么夹的啊？山东哦，就夹这个夹洞口边就好了。夹头或者是提尾巴滑下去。他们讲的好像很简单。对。他又给我很烦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夹？我就不会。应该就是这样吧。你要夹这边，夹前面这边。好，夹前面。哦，前面是这里哦。好，那我要放了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啊！哦哦，我把它拿出来，把它拿出来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有机会，我不小心撞到。啊，点点点点，啊，抱歉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分两包快出的海苔。就不会，他就是不给我夹，他怕我夹不中。可以给 Pola 玩一下吗？吃海苔，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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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吃，吃。不要夹到、哦，这样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边。不要怀疑他。真的吗？是这么我耶？我们40块夹到了4包，哎、欸，超划算的、哦，没想到这真的蛮容易的。对啊。真的，好，下一个，好，我们决定要来夹这个，来，我来问看看，请问我们可以夹这个饮料吗？不行，我可能不够虔诚，换你了，换甜甜，甜甜应该可以，拜托了，真的很想喝这个饮料，有。我们真的很想喝这个饮料，拜托。90度，九十度，拜托，90度。有了吧？有了，终于有了。夹后面，后面，撞它。哎，这个夹子好小，突然发现。它是用撞，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是用撞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先试一个就知道。试看呗。厉害！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第一次花10块就夹到东西啊！他自己吓到，我想到，我吓到了。有虔诚，我虔诚，有虔诚。很显然，我们用寡杯的方式可以夹到比较多货。
如果网友们想要我们去哪里玩，或是用什么方式玩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向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去拍下一集，不用叫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那此后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大丰收，大丰收！耶、yeah. 欸！这次真的是我们出最多的一次、欸，需要用到箱子。而且这次凭实力耶！对啊，这个店员没有帮我们、喔。对啊，之前也没有，大风那次完全没有。对，是真的没有，大风真的没有。